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彭少卿哭，因为他泪点真的很高。然后，少卿不要哭。刚刚他爸爸妈妈的影片，刚刚他爸妈的影片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听到他开始哽咽。然后，其实我不知道我妈妈走了没，就是。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烦别人一直问我问题，然后我妈妈因为太关心我，所以会一直问，然后有的时候就会一直凶她。其实人们只是想要讲，就是谢谢今天有来看，然后还有人因为要打工，所以要请假，然后放弃他的薪水过来看我表演。然后后来就是看到里面，想说还是在途中就要还，不要哭，还要拍照。就是还是很谢谢来看的，然后还帮我带礼物，然后饮料从英哥买过来，然后冰都融化了，直接再装冰块在保温瓶里面再带过来。就是很谢谢大家今天过来看，就不要讲太多，因为很晚，就是对。嗨，我是更新黄冠廷，然后，在这一路就是除了有人对出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三个要一直分担这全部的东西，然后真的很累，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们也是学生，然后钱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所以就一起去打工，然后我是很想谢谢我的家人，就是我很累的时候啊都会对你们生气，可是你们还是就是在我的后面一直支持着我，然后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都是带着我去面对，而不是教我一直去逃避问题，然后让我自己成长。然后也很感谢今天来看的朋友们，然后平常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听我就是干掉别人，但是谢谢你们，就是让我有抒发情绪的一个地方，谢谢你们，辛苦啦，恭喜。不知道讲什么。就是很谢谢崇光，因为我们之前就是离惩罚还就是快要到惩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大吵了一架，但是最后还是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很感谢他们跟我们找我们一起办这场惩罚最后一场，然后等一下要拍照，我跟你讲我不会哭。就是很爱他们，谢谢他们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惩罚，然后谢谢我爸妈还有我哥。有时候不喜欢这种时间，因为讲到我讲到我家人，我就会哭。然后他们还是想看我哭，你有病。白痴哦，不要拍照。然后谢谢我朋友这边，就是来看我们，不管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崇光的朋友，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惩罚。然后我也爱你。然后谢谢刘雨吉
然后还有孙思萱帮我们上台表演，然后还有最辛苦的三个妹妹，要你们表演然后还付钱，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就是好好带下这些学妹，然后有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们，因为我们都会在。然后最后谢谢黄冠廷跟罗静雯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好，我不要再说了，我等一下要拍照。对，我要谢谢我们班班长 Sherry， 他今天过来，早上的时候过来帮我们化妆，然后结果我们现在把妆都哭花了，就是他真的对我们很好，然后平常在班上的时候也很用心的在帮我们班，然后这三个妹妹真的是，因为我们就很急，想要把表演都表演好，然后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们动作记不熟，或者是记得太慢，所以我们就脾气不好，然后开始就是没有说到骂他们，就是会一直讲，然后他们其实都有就是承受下来，就你们哭什么？你们要讲吗？要吗？阿修不知道还在不在，现在几点？然后阿梅跟湘琪在哪里？啊，爱你们哦！好好，然后谢谢学长学姐六届的，还有沙糖老师。不在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都是学长学姐，明明就是不关他们的事，但是他们还是回来帮我们解决，所以很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那感谢我的直属 ，I love you, I love all 学姐，还有我们高二，不是高三，对不起，高三直，对，不要吵，高三直，还有我，棒，还有平山棒，还有那边那个是手扒鸡吗？我看不太到，好，谢谢，手扒鸡耶，还有一班的几位我看不到是谁，然后还有我家品质。然后还有我一对从桃园上来的朋友，还有我爸妈跟那个人类帮我们就是从城发一直拍照的那位，不是他声音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好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，谢谢。哎，那个很丑，放下好吗？林佩仪很丑。我先谢谢三平的，在哪里？可以挥个手吗？红木奇，你太夸张喽！你下半场才来，对不对？我要杀了你男朋友！你上一次连战中途离开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，然后你今天下半场才来。李雅琴在吗？好，跳过他。好，谢谢三平的今天来。然后我要谢谢小黑，小黑在哪？可恶！我也爱你们。好，我要谢谢小黑一直鼓励我很多，然后其他学姐也是，谢谢你们。先谢谢离我最近的学姐们，尤其是教学张敏学姐跟芬林学姐，他们一直在就是私底下一直不断的鼓励我。然后品山你在哪？品山他今天特别帮我做了应援牌，有一点小感动。你在哭吗？我还没有哭，你怎么就哭？我
的。我还没哭哎，你为什么要哭？不要哭！不要哭，不要哭。然后三平剩下的宝宝在哪？黄木奇，就是你男朋友，你男朋友可能要小心一点，对，不要感谢他。然后就是很感谢我们六届的团员，然后大家就是有吵过架，也有难过，也有开心，但是就是很开心。然后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虽然我花了很多事情时间在社团这件事情上，但是他们还是默默的支持我。对，谢谢。啊，还有七届的宝宝，尖叫一下，快！我们七届的宝宝们真的很棒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！哦
后来看了两秒，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你们啊。然后我爱我的学妹们，七届的学妹们，大家都哭了，就我没有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来看的大家。哦，我还要谢谢，虽然他们走了，但是谢谢，死人们可以来看我的连长还有大成，虽然他们真的每次就是没有留到最后，但是很谢谢他们。好，换周文。好，就是。反正就是还是谢谢，就是如果你们没有来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，就是站在台上表演。我在之前读的高中，因为可能反正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韩国，然后呢，我就可能因为这个，然后我就想要去。我自以为我可以当明星，所以我就转到别的学校。可是后来发现呢，就是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我设计了很多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朋友，他们今天都有来，我真的很感动。然后呢，还有你，还有上面的粉丝，超扯的，你们为什么会来这么多啊？超扯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惩罚，虽然我们表演真的是没有很好，只是每一首都跳错。然后学姐，我也很爱你们，对，谢谢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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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今天来的朋友真的很想你们，真的很想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都起来吧，我们来大谢幕。江佩泽，